为各位介绍的今天这一支杜牧之乡 Amber Intense。 那我觉得这一支如同刚刚冠廷告诉我的，这一支 Amber 把花香跟乌木两者融合在一起，而且它圆润温润的感觉调和得非常的好，你会闻到一些 Amber， 这个Amber 是琥珀嘛，对不对？但你也又会感觉好像没有闻到琥珀，但是它的圆润感确实一直都是存在的。那我觉得这一支中调是我昨天下播后调之后，非常喜欢的一支味道。我回到家一直在探索，很生怕说隔天找不到到底喷了哪一支香水。那我跟各位说，就是这一支，非常喜欢它后调的性感。且带一点深度的、有知识的，美丽魅力的味道，那很像是在下午3:30左右，在玻璃帷幕笼罩底下的花园餐厅，对我来说是在室内里面喝咖啡、喝茶，或者是下午茶蛋糕，或者是西餐，那配有这样的音乐，就是一切都是最美好的结合。介绍给你这一支我很喜欢的 Amber Intense。